你的公公娘不好，才会得到老病花。不过我自以前我困眠时间就真少啊，有诶时阵去应酬，难免总是爱啉酒，肝当然嘛无好。唔通买啊，无紧诶，你感情诶指数真悬哦。我着感情，是肝癌。以我诶经验，你诶病情已经真严重啊，我建议你啊。佮做进一步详细检查，确定治疗的方向。是吧？不过我现在手头的工课我还袂完成呢。我尊重你啦，也毋过命较重要，唔通遐尼啊看袂开啊。行，我拜托你，这个代志你莫予任何人知影，我无爱予厝内面的人烦恼。你的病拢这么严重啊！你搁无想要把工课放下，想要安排啥？要帮我滴，你哪来？阿着拄只徐长龙拍到我车，我来替伊提药膏。你拢几岁人啊？代志轻重，敢还搁不知影？当然是健康较重要，这有啥物好考虑的？饭店的亲子项目我未完成，我要紧个代志做了。亲子项目无做，饭店赶快会当营业。啊，不过你若是不爱较紧接受治疗，你真可能会无命呢。饭店也是我的性命啦。我怕因为讲我无成绩死到去用换掉，安尼我会比死搁较艰苦。好人换掉便死，无接受治疗才会死。啊，我唔知影你即马是咧想啥呢？啊，你是怕算我瞒你的病情，当作无代志？继续进行你的计划哦。真多谢你的关心，阿弟这件代志，请你莫甲任何人讲。我袂歹身躯边的人用同情的眼光来看我，我袂歹所有的人来可怜我。叶少峰，我甲你苛刻，是因为你嘛是做爸爸的人。你家车里有囡仔，雪莉的巴肚内底嘛有你的囡仔。就算你甲饭店亲子项目安排好是安怎，你家己的亲子关系甘会因为安尼就会当圆满啊？你听我口讲，金钱还够地位，迄拢是基础，健康才是上重要的。我已经到这个地步啊，算是我甲你拜托，看较开的，莫安尼糟蹋你家己好不好？我心内有数了。真多谢你这么有心的关心，我真的感觉真温暖。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。